咧，其實我就係一個好中意觀察人微嘅人嚟嘅。當我觀察咗一啲花鳥蟲獸之後咧，用畫畫、用色彩表現翻出嚟佢哋嘅特性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開心嘅事情嚟嘅。其實我相信都冇嘢可以阻到我去畫畫嘅喎。咁就算我好忙的話咧，其實我都一定會抽啲時間去做畫畫嘅。赵伟仁教授 Philip 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大赛马会微创技术培训中心主任。他除了是微创手术以及内镜机械人手术的权威之外，更加是一位国画家。不说不知道，原来 Philip 和我们的医生主持容树恒 Patrick 是医学院同届同学。今天他们两位还带我一起重游中大医学院。百萬大道正向方向就是帆煲，我們平時就在這裡等就比較容易一點，因為都是升力場，升力場這個位置。其實這裡就是叫做程雞堂，以前我們上台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和 Patrick 呢朝朝早我們回到來的時候多數都是後門入的，前門多數就有大概二三十個同學在這裡排隊準備入去霸位坐前排。我哋呢啲咧山頂嘅朋友咧，就通常會遲少少先入嚟嘅，讓俾女同學先啊嘛。我哋入嚟咧就唔好理由喺呢度入㗎，好礙眼噶嘛，教授喺度揀書。我哋即係後門嗰度咧，就成為咗山頂嘅朋友。我哋嘅友誼就喺山頂開始建立㗎啦。冇錯啦，冇錯啦。話翻到嚟你主場啦，微創技術培訓中心。嗱，知道你除咗係微創手術嘅權威之外啦，更加係位國畫大師，開過唔少畫展嘅喎。係啊 ，Philip， 識你咁多年啦，睇住你追女仔、結婚、生仔，連我都唔係好知道你幾時中意咗國畫嘅喎。嗱，其實 Maggie 同 Patrick 咧，我係十四歲開始咧就係學習國畫嘅。咁當時咧我就係跟即係趙少昂教授啦。咁佢咧其實就係嶺南派嘅大師嚟嘅，咁咧就我媽媽咧其實當時咧就係跟佢學畫畫先嘅，嚇咁跟住咧受到媽媽嘅影響咧，我自己自告奮勇咧去問媽媽咧誒點樣可以跟趙少昂教授畫啊咁樣樣嘅，我自己率先覺得自己有呢個興趣咧，咁所以就去參加咗呢個學習班啦。其實學國畫係咪好難嘅咧？係咪要即係坐到好定啊，心定手定咁樣？其實真係需要個人比較定啲嘅嚇，咁當時咧我就係學國畫嘅時候咧，我係差唔多成個班裏邊咧最年輕嗰個學生，我就係負責多數都負責磨墨嗰個嘅嚇，咁因為我係最細啊嘛。其實我咧對國畫真係好門外漢嘅，認識好少，但我知道咧你就學嶺南派嘅。其實嶺南派、嶺南藝術其實係咩回事咧？點解你咁中意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嶺南派咧喺當時咧，即可能係百幾年之前啦，咁就喺中國嘅南方開始嘅，咁所以叫嶺南派啦。咁當時嘅概念咧，其實係由我哋嘅師祖啦嚇，居巢居念咧，就係用咗一個概念，就係折衷中外，融會古今。咁即係話咧，係攞咗西方嘅即係油畫嘅技術啦，再加埋咧係好多係日本嘅彩墨嘅元素啦。咁所以咧就將即係可能個水墨畫咧個夾新咗，咁除咗一啲你見到墨嘅顏色或者留白嘅地方之外咧，亦都加插好多色彩嘅。咦 ，Philip 話你啱啱提到啦，你自己十四歲開始學畫啦，但係過咗三年之後咧，你就可以攞到呢個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國畫嘅學生組冠軍。嗱之後嗰年咧更加越級挑戰，參加呢個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國畫公開組亞軍攞到，咁其實真係好犀利下喎。其實我都想問嘅，即係。你爸爸有一位醫生，你媽媽有出名的國畫大師，你細細個讀書又叻，又攞畫畫攞咁多獎，咁點解最後你揀做醫生，唔繼續去多啲時間花喺畫畫上面呢？其實咧，我細細個咧都好中意幫人嘅，咁有時我媽媽都會笑我，即係話有時幫人幫到自己都唔記得咗自己做緊啲乜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心態就覺得畫畫咧就比較上嚟講係個人嘅一種成就啦。
咁但係咧就都可以幫到人，但係咧醫生好似幫得多更加多喎。咁同埋都見到即係爸爸佢嗰個專業咧係真係可以即係有好多人睇病咧佢都幫得到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都係選擇醫生做我自己嘅終身職業啊。Philip 話好多人都知啦，即係做醫科生已經好忙㗎啦，之後做埋醫生，仲要 on call 36小時，咁咪冇曬時間畫畫咯。咁事實上係開頭嘅時候咧，我哋做培訓嘅時候咧，係真係好忙嘅。咁尤其是當時咧，我哋真係唔係咁多醫生嚇，咁所以咧就可能每隔3日咧就有1日要 on call 36個鐘㗎啦。咁如果有人放假就更加頻密。咁所以咧就當時我都有頭嗰幾年咧，因為要接受培訓啦，咁同埋加埋個專業咧，我都停咗幾年畫畫噶。不過就好多時都會利用翻自己休息啊或者私人嘅時間咧，去即係自己畫翻咁咯。Philip， 經過咁多年啦，你覺得畫畫對你做醫生係一個幫助啊，定係純粹個興趣嚟嘅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畫畫咧就係個人對於呢個世界嘅一種理解。咁或者係對於即係靚嘅一種欣賞，咁啊從而咧亦都可以咧有一個細微嘅觀察咧，可以發覺到當中嘅樂趣同埋特點嘅嚇。因為咧，當你畫畫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一種觀察入微而即係細緻演繹嘅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同一時間，我覺得做醫生咧，我同你都係外科啊，其實咧我哋嘅專業咧都好要求我哋咧觀察入微嘅，因為咧我哋做手術嘅時候咧。每一個器官或者旁邊器官咧，究竟我哋落個刀準唔準確咧，就好影響到咧，究竟個病人出即係手術室之後嗰個併發症啊，或者愈後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咧，我覺得喺畫畫嗰方面咧，亦都會栽培到我咧，係可以好細緻咁樣咧去即係觀察周圍嘅環境啊，去做嗰個手術啊，比較精準啲咁樣樣嘅。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喺經過藝術嗰個培訓裏邊咧。咁亦都係令到我喺腦裏邊咧有一個咧能夠將 2D 嘅圖像咧變成一種 3D 嘅思維咧，係用喺即係手術嗰方面嘅嚇。咁當我哋睇到一啲譬如內視鏡啊或者電腦掃描嘅圖像咧，咁我好容易咧就會令到我可以喺腦裏邊聯想到佢 3D 嘅情況底下，佢嗰個實際嘅物理係點樣樣啦。頭先阿Philip同我講嘅時候咧，佢講嘅情況咧，講一花一草一鳥一木咧，我覺得活生生好似咧，俾我覺得咧，阿Philip就喺個手術室裏面咧，觀察每一樣嘢，好仔細安排成個手術，整得井井有條，一模一樣嘅真情景一樣，我覺得。其實就好都手術都好要求我哋係咁樣樣嘅，即係話我哋需要係每一次入手術室之前咧，已經喺腦裏邊有個概念，其實情況咧亦都同咧畫畫咧係差唔多嘅。點解我咁講咧？就因為我哋畫畫嘅時候咧。尤其是喺即係嗰張白紙嗰度咧，我哋必須要諗到咧，究竟嗰個花、嗰個樹、嗰個鳥擺邊個位置，你先至喺腦裏邊有個概念。就情況正如咧，當我哋做一啲譬如癌症手術咁樣咧，我哋首先咧喺手術之前咧就會清楚睇咗啲圖像啦，包括內視鏡啊或者電腦掃描啊，喺腦裏邊咧就會有個概念，究竟個癌症喺邊個位。當我哋落刀嘅時候咧，究竟我哋應該係落喺邊個位？亦都要避免咗一啲重要嘅器官，唔好傷及佢。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同畫畫之前嘅一種腦海裏邊嘅計劃咧，係有即係不謀而合嘅情況嘅。咁同埋咧，國畫就可能同西洋畫唔係好同嘅，因為國畫咧，當我哋畫咗筆之後咧，我哋好少或者甚至乎冇可能改佢嘅嚇，因為咧就嗰個水墨畫咗之後咧，你唔能夠用第二啲顏色去蓋過佢嘅。咁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嚇，咁因為有個計劃啊嘛。但係咧畫畫咧，你可以唔啱咧，你可以撕嗰張紙嘅。但係咧，如果喺外科嗰度咧做錯咗個位咧，其實嗰個後果可以好嚴重嘅嚇，可以大流血啊，可以傷及其他附近嘅器官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呢一個亦都係令到我都覺得畫畫同埋外科醫生嘅培訓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因為大家都好集中，係高度集中嘅一種方法嚟嘅。咁所以咧，就其實有時我哋都覺得咧，即係做醫生或者是外科醫生咧，係有一半咧係一種藝術嚟嘅，即係一種藝術家嚟嘅。雖然 Philip 一向都鍾情於畫花鳥草木，但佢都曾經以外科手術作為題材，畫咗一幅名為《杏林俊傑》嘅作品。是 Philip 自己在手術室的寫照。
其實咧，我當時咧，因為將會準備一個個人畫展，嗰次係第一次個人畫展，依、這個都係我媽媽鼓勵我嘅，成日都話咧，其實你唔可以淨係畫老師嘅嘢，要畫其他嘢。咁我諗下其實我又好中意呢種筆法喎、哦。咁喺主題嗰方面，可唔可以有啲創新嘅方法咧？咁樣咁就諗到咧，其實我自己係做外科醫生噶嘛，咁我咪試下畫即係外科手術室咯。咁但係咧，如果你諗到個外科手術嗰個環境咧，其實好難畫嘅，因為咧外科手術裏邊咧有個好大嘅燈光，咁、那個燈光咧就係照咗去個手術嗰個範圍嘅，咁變咗咧個光影咧你要控制得好好先得。咁咧亦都係另外就係即係個外科醫生個神態啦嚇，咁同埋咧就係當佢手術嘅時候做嗰啲程序咧，咁我相信我比其他人咧都更加純熟咧，可以畫出嗰種形態出嚟。咁所以我就挑戰呢個題目，就用水墨嘅方法畫到一個外科醫生做緊手術啦。畫畫一個藝術家通常咧都係好主觀啦，情感豐富啦，咁啲人咧就會覺得係一個較為感性啲一個人嚟嘅。但調翻轉我哋做醫生咧，好根據一個科學嘅數據，好客觀地去分析病人嗰啲病徵啊，研究出嚟嗰個檢查嗰啲指數啊，嚟到去做一個判斷嘅。咁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好感性啊，定一個好理性嘅人咧？喺我專業裏邊咧，我絕對係理性嘅，係啦，因為咧我哋講緊係即係一個病人嘅生命啦，同埋佢即係屋企人嘅生活啦。咁變咗咧，其實你要照顧成個病人咧，係絕對需要一個即係理性嘅思考嘅，所以咧喺每一次手術嚟講咧，我哋都係一個理性嘅人。只不過當我哋演繹嘅時候咧，絕對需要有一種感性嘅態度嚇，因為咧始終病人係人。如果我哋全部都係理性咧，其實我哋好快咧就會被 AI 取代㗎啦。Philip， 我知道你都會向你嘅醫學院學生分享你對藝術嘅心得，更加自呢個2018-19學年度就同中大文物館合作一起舉辦咗呢個文物觀賞課程，俾一年班嘅醫科生去選修。點解會咁樣諗嘅？一開始其實當時就我同文物館嘅館長啦，姚俊莊教授咧，其實我哋都好好朋友嘅。咁由即係我哋嶺南派嘅中國藝術開始嘅，其實就咁跟住即係傾開咧，就發覺咧。在其他的國家，包括耶魯大學，他們都有一些這種這樣的文物導賞課程給醫學生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就剛才我們都提過一些異曲同工之妙，就是說我們是看病的時候通過觀察才能夠做到診斷的，譬如包括了我們有時臨床教學的時候，我們會即望聞問切都在西方的角度可以用的，即係話咧，我哋係通過我哋觀察個病人，跟住咧係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咁咧就揾到一啲形象啊，顯示到嗰個病理係乜嘢。咁所以咧就喺呢啲過程之中咧，其實咧個學生咧亦都需要咧係有某一種嘅觀察能力、洞悉能力，係要觀之入微。咁所以咧喺嗰個文物嘅過程觀賞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教到佢哋呢啲咁樣嘅技術同埋技巧嘅。咦，咁我都想問一下，其實個課程內容係咩嘅咧？即係叫做文物觀賞課程啊，係咪就咁觀賞一下啲文物就可以嘅咧？其實又唔係咁簡單嘅喎，因為咧我哋有畫畫啦，咁除咗國畫之外咧，亦都有啲即係我哋中國裏邊畫嘅一啲西洋嘅畫啦，再加埋咧，其實咧亦都有啲文物嘅。咁有時咧，我哋會冚住個文物，跟住之後咧，譬如嗰個係一個鼎嚟嘅，咁佢冚住咗之後咧，咁就叫個同學用隻手去摸，咁咧就話俾我哋聽摸到啲乜嘢嘢，覺得呢件器皿係乜嘢嚟嘅，咁亦都希望咧從中咧提高佢嘅興趣，希望個學習咧係更加能夠達到個效果。咁第一年嘅成效，你覺得啲醫學生啊，對呢方面呢個咁新嘅課程啦，甚至乎同醫學都未必係直接相關嘅課程。那個反應是怎樣呢？咁我發覺到原來我哋啲同學咧對於呢個中國文化咧都相當嘅認識嘅喎。譬如啊，我哋做一啲即係藝術品咧，包括咗啲畫咧，嗰啲畫咧喺我哋嗰個文物館裏邊收藏嗰啲咧都超過100年嘅。啲同學咧都可以一一咧指出嗰啲原因同埋個重點。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喺嗰個即係中國文化嗰個教育方面啊，同埋加埋一個觀賞觀之入微嗰種咁嘅態度咧。我相信都幫助到我啲學生嘅，希望慢慢慢慢咧，即係滲透到喺成個醫學生裏邊咧，佢哋群組裏邊咧，都希望可以增進呢一種咁樣嘅觀察能力嘅一個培訓啦。
2017年 ，Philip 更加破天荒咁用微创手术所使用嘅机械臂画咗一幅国画，将艺术同医学融为一体。点解你会谂到用机械臂去画画呢？Patrick， 其實你都知啦，我係一個比較有創意嘅人嘅，我成日都唔希望重複自己太多次嘅，咁所以咧就我就諗下其實我哋喺即係培訓機械人手術嘅時候，究竟除咗平常恆常嘅培訓方法之外，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咁我就睇到網上咧，其實都有啲片段咧係用一個即係機械臂嘅形式咧去剝提子皮嘅。咁又見過有啲機械臂畫西洋畫，但未畫過中國畫。咁我結合咗我自己的興趣，再加埋呢個技術，睇下係咪呢個機械臂能夠咁精準啦。因為我哋中國畫頭先講過，就係一筆過就要畫曬噶啦嘛。佢真係可以一筆過咧，係即係力量啱啱好，個控制個筆法咧，同我揸支筆咧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哇，原來呢個機械臂咧都可以咁精準。哦，即係一個字，最要夠定。即係機械人畫畫，隻手夠定，你的手都要夠定先得嘅。咁其實嗰個機械臂咧，都係真係令到我哋嘅手可以好定啦。咁可能亦都係延伸我哋外科醫生嘅壽命啦，因為可以繼續工作，又減少手震。Philip， 我知道你咧就係微創手術嘅權威啦。你喺十幾年前更加去日本觀摩啦，同埋學佢哋點樣用呢個內鏡切除癌症技術啊，仲將呢個技術咧帶翻嚟香港。其實 Philip 啊，點解你對呢啲內鏡治療啦，或者係一啲微創咧係咁有興趣嘅咧？其實我學師嘅時候咧，一開始咧，其實我哋做緊傳統開腹手術嘅。咁但係咧喺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咧。其實早在即係90年代初嘅時候咧，已經引進咗呢個微創手術嘅啦。咁當時咧，我睇到微創手術咧，於病人好大嘅貢獻啦，因為咧可以減低個術後嘅痛楚啦，咁同埋咧亦都病人回復得快好多嘅。咁究竟有咩方法咧可以增加病人嘅回復，去減低復發，同埋可以增長佢壽命咧？其實就要早診斷、早治療。咁所以喺當時喺2000年頭咧。我就率先去了日本，因為日本當時咧就係世界裏邊咧係帶領呢個診斷早期腸胃癌嘅地方嚟嘅嚇。咁我跟咗師傅咧就學咗一啲即係內視鏡診斷同埋治療早期腸胃癌嘅技術，咁就帶翻嚟香港咧就率先引入咗咧呢個叫內鏡黏膜下剝離術。咁內鏡黏膜下剝離術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可以將嗰個癌症咧係喺內窺鏡裏邊咧係一整片切除。就唔會話分段切。當我哋診斷到呢啲早期癌症一整片切除咧，其實病人咧就唔需要切除患病嘅器官，佢嗰個生存率咧又大大提高，併發性發生機會率亦都相當之低，比手術更低。咁所以咧就對於病人咧嗰個預後啊、生活質素啊係大大提升嚇。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技術咧，希望能夠可以喺香港甚至乎國際咧能夠普及。咁所以我就開展咗呢個內視鏡治療早期腸胃癌技術啦。Philip， 另外知道咧，你同你團隊咧都成功咧研發咗咧，就用呢個內鏡手術機械人，咁啊幫助呢個胃啦、結腸下黏膜嘅一啲早期癌性腫瘤去切除嘅。而呢樣嘢喺2019年嘅日內亞國際發明展裏面咧，亦都得到呢個評判家許嘅特別金像嘅。你係咪覺得香港其實我哋嘅微創技術啦、機械人手術咧，已經喺世界裏面係喺前列咧？其實 Patrick 咧呢個概念咧，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同由我學習呢個即係黏膜下剝離術開始嘅。因為當我去到臨床應用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同我哋做微創手術咧係好唔同。因為咧做微創手術咧，我哋係有兩隻手啦，咁同埋隻眼咧就喺獨立嘅地方。去做一個拉高同埋一個切除呢個方法嘅，咁就變咗咧係一個穩定嘅平台。但係咧，當我去應用到內視鏡嘅時候咧，嗰把刀咧就好似即係同我哋隻眼咧連成一線咁。咁我要操作個內視鏡去喐嗰把刀咧，先至可以做到個切除。咁所以技術要求非常之高，普及亦都困難。加上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操控咧要求非常之高，所以咧就嗰個風險可能就會增大嚇。咁但係咧。亦都發覺到最近啲即係5年咧，尤其是機械人嘅技術咧，係即係增快得好多。咁從而咧，我就諗到咧，即係話，如果我哋能夠應用現在我哋做微創手術嘅機械人技術，通過一個遠性內視鏡，深入去個腸胃部裏邊做手術咧，
就希望可以即係幫助到呢個手術更快完成，更安全精準咁樣去做到嗰個手術。其實我都想喺呢個機會同你傾下啦，就係話而家我哋講微創啦，結合我哋機械人嘅技術啦，其實長遠嚟講發展唔係單純於你外科㗎，我哋骨科都有好多方面呢啲嘅應用咧。你自己覺得咧，未來咧，我哋譬如香港新一代嘅醫生，其實喺呢個培訓啊、學習方面，我哋有啲咩要準備呢？我諗咧，其實真係嘅喺嗰個即係技術嗰方面咧，真係一日千里。尤其是你見到啊，頭先我哋講過嘅 AI 啦，再加埋係即係機械人咧，其實喺嗰個分析數據加埋應用技術嗰方面咧，越嚟越精準嘅嚇。咁所以咧喺技術突破裏邊咧，究竟即係二十一世紀嘅醫學生究竟點樣可以準備自己，或者我哋外科醫生究竟點樣可以準備自己咧？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是樣樣嘢咧喺我哋做嘅過程之中咧，可能係一種技術，但係我哋唔能夠將自己變成一個技術操作員。係，即係話咧，你係一個醫生，你唔只係靠呢種技術，你係要一種宏觀嘅態度咧去睇個病人同埋睇個病。咁宏觀嘅態度即係咩咧？咁除咗病人之外咧，你亦都要咧係感受到佢屋企人嘅關心啊，佢屋企人嘅擔心啊，咁同埋加埋就係佢自己個人。對於個病的取態和影響，咁點樣同一個人去溝通，同埋點樣去將啲數據咧去解釋俾佢聽，從而咧大家一起咧去達到一個即係治療嘅方案。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就正如你之前分享咧，做一個醫生，除咗理性方面咧，都要感性方面。理性方面其實我哋好多科技樣嘢幫到我哋去分析啲數據，但到最後每一個病人都同另一個病人係唔同嘅。我哋去幫佢醫治嘅時候咧，其實喺嗰一個感性方面，點樣真真正正幫到病人咧，將呢啲所有嘅知識技術去融會貫通咧，去幫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學問嚟嘅。